见当初的夜晚。今天闺蜜抱怨老是睡地板，我就从网上淘了个临时留宿床，看着像个奶油风沙发，其实蜡烛脚踏台起就是 QQ 弹弹的两米躺床，玩困了就调整一下靠抱。鞋子收纳盒免安装，拉开就能用，每个鞋盒还配有门，可以收纳各种各样的鞋子，把它放在家门口，美观实用，占地小。有想要的进我直播间。新到一批这样的鞋架，有喜欢的吗？咱们十块就出了，加厚的金属材质，结实耐用，承重强，鞋子分类收纳整齐划一，喜欢的进我直播间吧。每次回家玄关总是乱糟糟的，于是我整了个多功能衣帽架，框架稳固结实，不仅是衣帽架还是鞋架。家人们看过来，这样的一款多层简易鞋架有喜欢的吗？把它放在入户门，简约时尚，占地小，结实耐用，承重强，鞋子可以层层收纳，整齐美观，喜欢的来我直播。